开心耶、yeah, 姐姐终于有工作了，终于有产品要找我试用啦。你们知道有工作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业配也是要当当当当，这个深深吸引你，是不是真的觉得深深吸引你？我会不会被打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喜欢深深吸引你这个单元，那么厂商就会深深吸引我。计划有错吗？就是深深要吸引大家，这个深深不是上一个影片的那个深深，是因为这个深深吸引你，我才会想起深深吸引你这个名字。我是不是太多动作了？好，抽烟。实验家的精神，丹丹看到吗？这个找我合作的品牌是临近十年 Yes， 因为这个品牌主打的系列就是要来去我黑头粉刺。其实很多人私信我讲，哎，书生，你的黑头粉刺到底是怎么弄的？我是想跟大家讲，其实我的黑头粉刺很严重，其实用的方法并没有很好。其实我也是会用这种按黑头粉刺的，这也是之前网上很流行的。然后我先讲啊，这个东西真的用法很糟糕，不要学我。我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清黑头粉刺，然后我就跟大家一样，就是这样子挤，然后红红，然后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这阿啾阿啾阿啾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挤又很痛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的是，第一，如果你清不干净的话，它就会发炎变成痘痘。第二，会有斑，然后会有痘印。等一下我去卸妆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们看，其实我的毛孔很大，也没有很大，就是其实我皮肤状况没有很糟，还是有大家所谓的黑头粉刺。在接这个产品的时候的当下，我记得是5月15号那一天，因为我有记录，我就开始不挤粉刺，然后养粉刺。养粉刺知道什么吗？就是不动它，不挤压它，就是给它一直生一直生。然后在那一天过后，我减少我睡前保养的步骤。我为了这个实测，我真的是牺牲很大。在还没有接之前，我就有先做功课，然后我就去翻一些 YouTuber 他们介绍了这个产品的效果过后是怎么样。他们就会讲，哦，生活生活，在台湾来讲，生活意思就是推荐的这个人把这个产品推到很好，就是会有这个火去买这样东西。然后如果这个推荐者推到不好的话，或者是真的很不好用的话，他们就会讲灭火灭火，一个台湾的用法。所以我上去卸妆，等我一下用。Yes， 对，我刚刚已经做好卸妆的动作，我也洗澡了，所以现在是一个超丑的状态啊。我刚刚忘记有讲到一点，是我刚有讲5月13号开始养粉刺嘛，开始养粉刺2个礼拜，也就是今天是5月31号，所以我现在的粉刺已经生了2个礼拜之久了，很可怕。我现在站起来了啊，别怕啊。Focus 啊，我这边好干哦。OK， 你看我鼻子，鼻子其实啊，耶、yeah, ，我终于很清楚的拍到了。你看我现在鼻子这里其实真的很多粉刺，就是黑。你看我的下巴。还有我的脸颊，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挤过的，我其实手很痒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每个礼拜一定会挤一次。然后我这边鼻子其实有这里，还有我的眉头也是很多。那我比较多的粉刺都会长在这里，鼻子、下巴，还有这两颊会比较多。这两颊的话就是闭锁性粉刺，就是你摸得到，可是你看不到它的头。那我们黑头粉刺有分开放性的跟闭锁性。开放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肉眼是看得到的，就有黑黑啊，或者是啊，你看得到它白白点啊，那就是白头跟黑头的粉刺。我觉得闭锁性真的是很麻烦，你弄不好的话就会留疤，你只可以用蛮力的去弄它，就是觉得真的哦，我不喜欢给美容师弄脸，所以我就会自己来挤。我们现在开始用产品，我是真的还没有用过，因为我真的想要等到我的粉刺真的很严重，有看得到的话我才弄。因为其实我粉刺也没有到很明显，算是一个很 lucky 的人，所以我就跟厂商讲，我要等我的粉刺生得很明显的时候才开始用这产品，比较有效果。然后他们也同意，我有点期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做功课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产品的时候，我自己也生火，真的自己都很生粉。它的产品是一个系列的，我是觉得东西一个系列的话会比较好啦。这三个是一个系列的，有口诀了，他们一清二除三抛。第一个就是清 Deep Brow Cleansing Mask，它主要的话就是松动它的粉刺，它的粉刺根基呀、啊，你还这样子摇摇摇摇摇摇摇。能用这个产品的话，要先摇一摇。为什么会有水？然后要就为什么有点坎坷？开始哇哇哎、欸，我认真了，这真的很好推，它给我的感觉太棒了，感觉它很
很保湿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用过其他的那种火山泥面膜啊，没那么好推了。等一下，我有点笨手笨脚了，就美不了没。看其他人用哦，不是美美的，就我是这样的，居然是可以啊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要敷一个10到15分钟。他跟我讲，有些人会等到全干才去卸，可是变浅了过后，你就可以去洗啊。我这样子讲话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我自己看，我觉得自己很好笑。我说我要连续用2个礼拜这个产品，就是从今天5月31号开始，然后到2个礼拜后，大概6月13号，就是我实测完了这2个礼拜，我们来看对比效果。这个的话，主要是有天然矿泥、活性炭、地中海火山灰，然后天然矿泥跟那个活性炭的话，就是来吸我们多余的油脂。可以软化我们粉刺的根，然后这个火山泥的话就达到清洁的效果。所以等一下我敷完了过后，会有一粒一粒一粒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多余的油脂来的。然后我们就等15分钟后再见吧。哎，好快干哦！我以为会很慢哎，这样子看一下都差不多要干了。我们15分钟后拜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边它现在有点紧。所以我现在不能张太大口跟大家讲话，所以你们就忍耐一下。看到吗？这些有孔的，这是它吸出来的脏东西。我刚刚讲的，我的这边很多哦。15分钟到，没有关系。我先讲完先。你看鼻子很多很多，我现在就去洗脸。我洗好脸回来了。那我刚刚在洗脸的时候啊，深层洁净你真的是蛮好清的，就是碰到水就会就很快就融下来了。因为我之前用过一款火山泥面膜这样子的，就是它很难去卸掉它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款真的蛮好清的。OK， 我们不能讲它是仙丹，好吗？但是我可以很明显可以摸到，没有那么粗糙啊，就是没有那么明显那种颗粒，一颗一颗一颗的东西。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步骤，叫做什么？除。也就是这么小罐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要用在化妆水的前面，第4滴好了。然后这个精华液啊，每天都可以使用的。它有3.5%的杜鹃花酸衍生物，擦这种酸性的保养品，在早上的保养品的话，你们就要很注意防晒。这种酸性的保养品的话，它一定会有去角质，然后去角质好过后，我们的皮肤会变很薄。那个阳光的紫外线这样射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进去了，所以我们要注意防晒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要进行第3个步骤，丹丹，1、7、2、除。3泡的抛光霜，然后这个也跟上一个的那个精华液也有酸类的成分，所以当然也是要好好的防晒。它是有附送一个这叫什么挖的东西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就是有东西可以有附送这个，就是不要让你的手指去接触这种霜类的东西，它会有那种细菌啊藏在里面。闻起来蛮香的，也不是香，可能是我喜欢这种味道。绝对不是那种香精类的味道，很大自然的味道。做一下按摩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上了抛光霜过后，蛮不错的，嫩嫩的感觉，亮亮的啊，这是等啦，比刚刚我什么都没有上的时候真的不错。那我们就等2个礼拜后，终于2个礼拜了哇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们来看看我们2个礼拜用过后到底是怎样的。在这个2个礼拜熟能生巧之下，我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深层洁净泥涂得美美的。你就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转圈转圈，你就可以把它涂到美美的。虽然讲这不重要啦，可是就比较美吗？这2个礼拜哦，我很期待用这东西。你就是会把你一整天啊肮脏的东西，然后这样子把它吸出来。其实肮脏的东西可以分很多种，你化妆或者是哎空气污染这种小颗粒微细菌那种，都是要用这种深层来清洁它。你知道很疗愈的是它被吸出来的那个小小的那个颗粒那个洞哦，我是每次看到很爽。然后再加上这几天搬家，我觉得哦，底下应该会很夸张。这两天啊，超忙啊，一直在弄。如果你们想看搬家影片，可以去搬家的影片。你太大声了，你吓到我，我等下真的被你吓到了。我可以进来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进来？没话。你没有给用吗？你想用吗？很想。是不是怕我拍影片不敢拒绝你？对。我就拒绝你啊！来，过来，走走。不是要把我变出来呗？1、2、3，耶！嘉宾临时被请来的嘉宾，我是林野，今天叫林野。哇，还准备好了嘞，你又怎么？快点出这槽了！妈的，sorry， 我有点笨拙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刚刚涂不好了，因为我用左手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、8、9、10。做什么？看你要上字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
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他在玩电脑，在玩 game。 你明天脸的面积真的很大，浪费我的东西。我觉得你这种不常保养的，应该被吸出的东西。相比一下挤门器应该可以挤很多。OK， 现在我们都铺好了，让我们等一个15分钟。差不多一个时间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我的鼻子，哇，你看我都把它吸出来了。你看，哎呦，几可怕。然后这个比较好一点，就是哈，它可以把表角粉刺洗掉过后，它会跟着一起掉，就是这边。但其实还好，大概只是这里比较多。看一下蔡常勇的，看这里状况还是比较好哦。哇，天生好肤质。不过这种哦，还是定期清一下会比较好。接下来我就来帮你挤粉刺。哦，我们现在都已经梳洗完毕，所有保养品我都已经上好了，先看我了。是不是有差？不要讲这个，这是要来大姨妈的痘痘，不要讲这个。就是比较好，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黑黑了。这两个礼拜最喜欢的就是抛光霜，因为我每次用好啊，脸那个样真的是被抛光这样子亮亮的，是不是？很喜欢抛光霜，真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帮蔡常勇动手术。那我先帮我的用具来做消毒。我只是轻轻挂而已，黑头粉刺就出来了。哎，白色那个，嗯，是没什么感觉的，你觉得用力没？有哎，我叫做粉丝。然后这个就是来帮你保养，就是你平时粉丝的地方。然后到化妆水。好了，3分钟到。我不说你不说，大家都不说。来，帮你拍拍下洗手。我最爱的抛光霜，我有什么感觉？真的出来真的不一样了，照镜子哦，你看我脸亮亮那种，超爱这个东西的嘞。有这样？不要再夸张了。有了这种女朋友真棒，未来的夫妻的福报。OK， 请帮我做点特效。放实测的这两个礼拜，很有感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这样子用完过后是一个，就算我用完这产品，我还会再去买。哎，这个精华液真的是啊，是已经见底了。你们就也知道我多勤劳的在擦，早晚都擦，每一天都擦。厂商，我看到了，你们那个贪小便宜。给你。厂商，我要。然后不知道哦，这影片有没有给你们生活生活？如果有烧到你们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说生活啦。你吓到我了！我跟你讲，我刚的确差点要断片哦，哎，夸张 YouTuber， 来吧！妈咪，你看到？来吧，就打我！妈宝，来吧！好啦，哟，然后嘞？然后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新家，如果想看搬家，我就去苍龙里面看，拜拜。看我的脸亮亮的，你看我的脸亮亮的，哈哈哈哈。